19.6 几多？19.6119.6咁多嘢。好多嘢睇啊！呢啲街零食有名，入去夹下先。大细杯。哇！呢样啲咪仲平？哎呀，黑人大喎，但系冇价钱喎。睇下睇睇下睇唔睇到？8号、9号，我嗰时点可以买到咁多？两个半。呢度揸。哇！4.9啫喎，呢只。香港15一盘。一樣啊，8.8咁如果你人民幣計翻嚟啊嘛，都要啊呢度買啲嘢。無絲麵包，切咗噶啦，都4嚿。係咪切咗嘅咧？呢啲好似好像呢只叫，哦，手工古蛋糕啊。哦，佢一絲絲搣出嚟嘅喎，仍然有一條痕啊，搣出嚟嘅喎。買包啊，冚蛋黃喎，冚蛋黃喎，啊，13.8啦，13.8啦，500克。咁抵咁咩喎？咁抵喎，13.8。咁多嘢啫喎，好皮蛋糕啊！唔知啦，有冇写啊？香煎蛋皮蛋糕，蛋皮啊！我啲麵包都好慣啊，手撕包奶香味。你影呢種味啊嘛？哇！呢只咁似啲土味喎。燕麥燕歐包，今次啲咖喱餅，呢個枣泥枣泥蛋糕，有睇執幾個啊？呢、這個好軟實，會唔會？手工軟絲，兩個人食啱啦。呢、這個好似好正喎，呢、這個，呢、這個好食，呢、這個好似好正，又買呢、這個。哇！呢、這個都熱，都呢、這個都百幾盒喎。哇，幾好食喎！唔得意嘅毛巾卷，毛巾卷好得意啊！呢個咩？呢個咩嚟嘅？馬芬窩啊，咩嚟噶呢個？黑掹掹啊，唔似噶。睇到好似唔想食。馬芬窩，唔知咩嚟？呢個啊？丹麥沙拉肉鬆麵包。好嘛，三個。照計啫嘛。呢個咧肉鬆棒蛋糕，抵啲。好似好正肉鬆棒。喂，好硬。呢個咧？好硬嘅喎呢只。哇！呢咁大嚿嘅。唔食唔好唔軟熟。呢個咩？鐵板烤肉麵包。買啲軟熟啲食啊。13.8，500克任揀。我哋唔好淨係鹹食。8.8，500克任揀。呢個咩燈芯蛋糕啊？咁得意嘅。好似雲片糕，系啊，一條條，應該可能係嗰啲嚟。哇！呢個，哇，好得意啊！咁多古靈精怪，喂，呢個咩嚟噶？粗糧肉麵咩？哇！咁硬嘅，寒到呢個，硬喎。呢啲板栗酥啊，啲栗子酥。嗯。呢個咧，唔好重喎。咩糕嚟？唔鬼重，桂花糕。哦，哇咁重嘅，好靚喎，整得8.8，500克，有啲字咧，字體咧，好靚。個，我呢個綠豆餅喎，我笑口做啊，好得意啊呢度，芝麻球啊，我呢個咩？紅糖麻花，哇咁多嘢。眼花撩亂，樣樣都想買。哇、哦！呢、這個咁似月餅嘅，睇唔到咩字？咩糕？板栗沙糕。呢、這個，哇、哦！呢、這個唔同色。咩嚟㗎？綠豆沙糕。誒、欸，可能幾好食喎！綠豆沙糕。一個啊？咁買幾個呢、這個咧？咁重嘅，呢啲喂好重喎、啊，都好重，唔好拎佢咁重。爆醬麻薯喎、啊，咦爆醬麻薯好唔好食啊？試下，試下買幾個？太重啦，唔拎。我啲餅
啲餅唔睇啦。我哋仲要買嘢。呢個咩？多味花生。22.8五百克。任揀。薯片全部任揀五百克。唔係喎，聖古19.8啫。哦，即係呢一個係20幾。我上面呢啲唔同價錢嘅，中央嘅。係啊，哦，呢度有價錢，呢度。中央嘅。但麵包就唔係啦。下面呢啲係22.8，任揀。我呢台啊。咁鬼多。哇！呢間嘢好過癮喎，真係。呢間嘢咁過癮。我有排數啊！呢啲數呢啲有排數。哇！姑姑嚟到，姑姑嚟到有排睇。姑媽嚟到，Ovio 啊，24.8 Ovio， 500克。呢只咩嚟啊？呢只係酸奶喎，草莓酸奶。15.8，15.8五百克。我呢邊全部唔同價錢嘅。五百克即係一磅，一磅15.8。14一份，鐵蛋。呢一粒就14，熱燒爆盤，咁貴啊！呢個鐵蛋，我唔賣過九啫。哦，過九一隻係真，唔知啦，冇理由10多咁貴。過九一粒鐵蛋，薯片6.5。我有細童啊，2.9，細童2.9，5.2，3.2薯條，薯條4.9，下面啲3.9，6.5，都幾大童。呢7.9五百克。你咁似雪糕嘅，布甸，仲有雪糕嚟啊？芒果，士多啤梨布甸。9.8，系，唔系12.8啦。呢啲12.8嘅，呢啲12.8，哦，呢啲唔同嘅12.8。呢啲9.8，呢6.5，6.8系咪肠仔嚟嘅？冇心机。6.8，6.5。呢只咧？你买呢啲好定呢啲好咧？食少少咪够咯。啲冻。你买唔到佢照。呢啲糖嚟噶，18.8，19.8。系啊，西，我哋睇呢个柠檬茶啊。大阪柠檬红茶味嘅，啜啜冰啊！奶色嘅點樣㗎？唔搞嘢。我未，3.5。呢個腸仔。全部腸仔啫，分類。佢送飯嘅呢啲，好似擠出嚟辣樣。擠出嚟我嚟送飯，好好喎呢個。9.8。系啊，不过好软淋淋咯，好软熟啊。13.8，500克。咁似你买翻嚟嗰啲嘅。我啲买，呢啲就好软，嗰啲好淋啊。我素肉嚟噶，素肉。哇，多到都唔知点减。4.5。咩茶？啲过八就菠萝啤，唐氏菠萝啤过八，冰红茶过9，酸梅汤过9，黄老根2.4，天地1号3.8。好茶呢度，我上次买2.7。你可以影下呢个价钱嚟噶啦。我星期咪嗰间咩啊？嗰间。
芡解質水，雪碧過百，可樂過百，百事過百，哇！全部都過幾。咩抽獎啊？唔知啊，睇下佢有乜嘢啊？同意啦，嗬。嗯，同意。問佢。係。有咩獎品啊？註冊。哦，做會員係咪啊？啊，係啊，開通會員。姓名寫咩姓？要寫名喎。寫個真得㗎。求其寫個字咪得咯。没问题，真假的没问题。出生日期？是但啦。咪一咪得咯。OK。得啦。有咩俾啊？唔知。可以了。好。哦，要哦，要入会先买到。得啦，得，可以啦，19.6几多？19.6119.6咁多嘢。21.36港纸。咦，食咩嚟咁得意嘅？做会员嘅呢间乜嘢？入咗啦，会员头先咪入咗。系咯，系咯。我有得抽獎嘅，傻一傻得嚟啊！啊，即嘅，哦，呢度，姐姐抽啦，哦，点那个抽，啊，抽，买单，你自己抽，好，有得抽獎，诶，扫一下会员，今天参加抽奖，幸运大转轮，唔得喎呢个，点样转啊？枯钱哦，诶，好，你抽。还没有咱们中班抽啊我知道啊少了我起抽的啊这样没哦没有去对碗等下你直接在门子上躺回去哎对碗了成功什么来的咱们错了这班不知道碗什么咱们错了问问他先获得抽奖机会给你一分啊，系咪啊？即系就系抽奖噶啦。哦，一分还不可以。啊，一分唔可以啊？哇，落紧雨啊！哇，好寒呢间嘢，多到都唔知点样落手，样样都抵买。哇，呢街就有排行啦，全部都食店零售，八果园又有名，雪冰城。几多街铺睇？几好行啊！住宅区，净系一条街都有排行。美丽家园，成个小区通晒呢条巷，好靓。几好行啊！呢啲成个小区行匀都得。我哋喺嗰边行过嚟，呢个星河，星河啊，东环二路，捞冇有？哎呀，海底捞啊！哇，好多嘢呢间料，好多嘢。有间百合里儿童乐园，狮烤豆花烤鱼。免費泊車一小時，幾過癮喎！呢商場仔，社區商場，四季火鍋，同仁四季火鍋，椰子雞火鍋，老高燒烤 ，Igo， 西門，清湖站。D 出口直行过去益田假日天地后门啊，有间赵记全城幸福城，全部都幸福城呢度，我唔知叫幸福社区啦。
有得咯，嗰度有樓梯級嘅。萬福城一期隔離嗰條河，幾好環境好似，幾靚啊！水管嚟嘅，比倫國際酒店前面啲等聚豪國際，幾過癮啊！呢條河，幸福社區喺度，邊個起嘅咧？咁大個門，比倫國際酒店。呢間酒吧嚟喎，龍華中心區，星河，麵包新源，好似幾靚啲麵包，個蜜蜂蛋糕好得意，蛋糕仔，小熊蛋糕，木馬蛋糕，華潤萬家旗下落購，但啲嘢好貴。华润乐购，冷气都唔错。1499，德国生牛牛，唔平啲嘢好贵。贵喎，依家。啊？好贵啲嘢，要750两件，19.99啊。7.99，真的不便宜的東西。29.99一斤，36.99一個西瓜，鳳梨6.99，菠蘿13.99。哇，好貴，13.99菠蘿，好似9.99啫。1.99一個，好貴咯，佢係唔係大差市嚟㗎？小米，幾靚喎呢個商場，咁貴嘅煲珠公啊！買啦，買杯青果奶茶，啲西藏嘢。呢有兒童杯喎，即係有細杯、有中杯、有大杯啊！珍珠奶茶，女兒也放心喝，試下好唔好飲先。3蚊，幾多人做嘢？佢又唔知好唔好飲，睇個樣子好似好正，有得坐喎。好多間手機維修，個個商場都有華為，又係有老鳳祥、周玉福，啲青果茶味。熊猫饭团，周乐福隔篱有间周大福。我哋要嗰边出翻去喎。呢边咩门啊？啲公园嚟喎，呢边出啊嘛。去2楼、3楼啊。老师头我拼盘啊，4楼有间影城，瑞幸咖啡。依家可能唔使等位，好多凳，好隻烤肉，烤鰻魚，哇！神藥炭燒鮮鰻魚，雙人餐無限任食喎，99蚊一至五，工作日即一至五咯，係啊，按摩加髮廊，善心記。我好多嘢食，酥晓鱼、鸭血粉丝、小笼汤包，有间味千拉面，呢边成层都系食肆，我碗门客家本色，又系落场马记永。雲味館米線，呢啲米線都係20多蚊一碗，啲小食幾蚊嘅喎，7蚊葱油餅，麻辣酥肉9蚊，黑豬醬骨架9.99，糖水木薯糖水7蚊，糍粑8蚊，元氣米漿7蚊。
池塘水，19.9雞湯米線，包汁排骨飯，同仁四季，椰子雞，落場嘛，人哋愛碗平，休息中。3元一個，米飯4元一個，任食喎。時尚生活空間1樓，2樓休閒生活空間，3樓趣亭生活空間，4樓娛樂互動空間，即係戲院。夾公仔，巴拉巴拉。胡克來牛扒，好多童裝，糖基豆豆童裝，好多玩具，3樓好多玩具，多做賣小童嘅。啊，幾舒服。都幾多細路仔，行得都咁多人，快樂寶貝兒童崩牀喎，天才計劃兒童創意工坊，遊泳車嚟喎，啲得意喎。大人揸住個遙控，都幾好啊！兒童叫彈床 ，VR 影院，呢間咩極核心超樂場，小型賽車，呢個賽車我諗都幾好玩。都係咁得意嘅，有雞嘅，20元一隻，哇雞都有咁得意，哇呢個蟹仔，好多蟹，兔仔，25元一次，玩30分鐘，點樣玩法？咁你？鱿鱼仔，宝马裤，婴儿用具，奶粉。呢条就挺身啲咯，呢条就舒服好多咯。呢、這个软，好舒服个软淋淋嘅呢条。型啲啊！呢条望啦，型啲一碗120。那就来那款。比啊比冷啊！这两件挺漂亮。这个就33，这个就88.3。100。好切牛排。这火焰都正啊。22.7 cm 啊嘛。哇，好厚啊。第一只牛咧，哇，饱到不得了。12盒。一见到只饭都想食啊，好似好靓。黑椒切包牛肉手饭，哇，佢手好得意。舒服啊，按到。哇，好多维修喺度。珠宝维修量，名表鉴定，名表维修鉴定。哦，赶时间，4楼唔行啦。呢啲社区小型商场都几舒服啊，又唔使咁逼。商场都唔细咯，都算几大。仲大過嗰邊益田哦，李小體燒烤、肥滔冰室啊！啲燒烤唔知好唔好食咧？金道園咩嚟嘅依家？餐廳嚟喎，哇咁大間嘅喎，咦有呢啲室外嘅珍品餐廳，啲廚師咁平人工嘅，店長咁高人工嘅，廚師得6000至7000。
店长九千至万元，而家高过前次嘅。上次食嗰间。咁多啲摊档，估唔到啲住宅区里面有个咁嘅商场，我都好大个，净系扫街有排你扫，有啲营地喎。酒吧啊呢度。呢条系东环二路，呢个商场叫星河，几舒服啊！呢个社区街又干净，路又阔，有间沙窝粥啊，正系呢个清湖站住宅区，逐间食店试，我谂试一年都试唔晒。中山翠玉晚火锅喎，系咯，淘米捞，唔知好唔好食咧？一试下可以，一阵间食啦。啲小社区好多发型屋，上个礼拜。配咗眼镜，今次经过顺便攞埋。上个礼拜咪落雨啊！依家只狗喺里面啊！呢边行过就系大润发。淘米捞，呢边落嘅就系星河。试下呢个淘米捞先。中山翠玉晚火锅。系啊系啊。人工几高？厨师起码啲正常都一万几蚊。厨师长啊！哇，头先个咁鬼平，有个水池淘米捞。都唔错，都几大间。唔少好唔好食啊？消毒碗，点餐，大众点评啊，2021/7榜，两斤118，三斤170几，176，四斤236。数一数，可能佢介绍佢食咩？落紧雨。套餐系有3-4包嘅套餐。搞掂。几靓个环境。牛丸好唔好食啊？一啖唔啖，牛丸麻麻地，实得滞，好实。牛冇咁香。牛丸反而冇咁靓，佢打得实得滞，唔够松化，牛味系有嘅，啲鸡好滑，几薄啲鸡皮，冇肥膏，又爽又弹牙又滑，又爽又滑，一落啲脆滑啊！你浸落去啦。啊，浸脆滑。香港粥底火锅无米，啲脆皖同啲鸡真系唔错，两个人真系食唔晒，起码剩翻三碗粥，大陆嘅食肆最好，唔理你食几多钱，佢都生果任你食。多人开始，3-4个人食系最抵。东门几墟合啊？虽然冇落雨啊。